宝宝不要哭，妈妈抱。宝宝不要哭，宝宝。我在美国，怎么可能马上回来呢？你清醒一下好不好？你不回来，我死给你看！喂，导演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个女的还不来啊？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是，听说你是在庙街找到的。当然不是了，那个女人是亚洲小姐来的。你别傻了。哎，了，无论怎么说啊，你又做老板又做导演，你发达了。差不多了。哎，我要培养情绪了，先这样啊。有没有搞错啊？那个女人换衣服这么久，没疑呢。哎呀，哎。导演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大家都在等着开工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哦，对不起啊，导演 ，Pony 是个小女孩，我现在马上去催她，很快就行了啊！啊，去去去，快点快点！Pony 啊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导演都等得不耐烦了，快点出去拍吧。你看外面那么多男人，还有我脱衣服，拍了之后我怎么见人呢？哎呀，到时候我跟你都不知怎么办呢。我真的拍不下去，不如赔些钱给他们吧，怎么样？十几万呢，哈，人家拍了这么多戏，你一句话说不拍就不拍，全部算到你头上。到时候啊，不是十几万呢，啊，几百万都要你赔啊！我去吧，我不想拍啊。哎呀，现在已经回不了头了，何况只是拍戏，又不是叫你真做。但是我拍了以后怎么见人呢？去吧，这个世界，笑贫不笑娼的。你看你那师姐。不红不黑的，在电视台挨了十几年，一脱之后多红啊！现在红了，哪有人敢说他的半句不是啊？但是，哎呀，不要但是了，哎，就来了，去吧，有什么事拍完之后再说。大家都准备开工了。你快点把外衣脱掉了啊。这场戏呢是你骑着光哥。喂，光哥，你只要用力向上就行了。
哎，你装的兴奋的样子。关哥，你就一边做，看时间差不多就抓一下他的胸，让观众多点东西看。哎，我会做的。记住了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好。喂，预备开机，镜头。老和尚，一个人呐，不寂寞吗？我陪你呀、啊。不如我唱首歌给你听怎么样啊？我们辽阔的船呀，彩虹面那彩虹面，滋儿呀咿呀喂，滋儿呀个咿呀喂。我们辽阔的船呀，彩虹面那彩虹面，浪又起。字儿呀的没有情，红脸的彩虹脸。我们俩划着船，彩虹脸的彩虹脸。字儿呀的浪有情，字儿呀的没有情。我们俩划着船，那彩虹脸的彩虹脸。字儿呀的浪有情。我哎，好好，就是这样，抓紧一点，抓紧一点啊，抓他的胸啊！我受不了了，哎，抓他的胸，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啊，快！抓他胸啊，是这个，好痛啊，导演，好痛啊！啊，好痛啊！哇，停！哎，导演，那怎么样，关哥？这个新人演的怎么样？哎，新人虽然硬了一点，不过新人演成这样也算不错了。啊，都挺好的啊。哎，你又发了，今天呢，辛苦了，我请喝茶。哎，走，好，好，哎，走。小姐，自从你拍了那部《好色和尚》之后一炮走红，现在又接拍什么新片呢？这部戏是我的第二部戏，不过接下来还有很多戏等着我开拍的。但似乎都是三级片，你不怕被定型吗？我当然怕被观众定型了，所以现在我想接拍不同类型的戏，希望这个愿望快点实现。宝莲小姐，那有一位大老板想请你拍戏，不知你有没有时间呢？你看上我是我的荣幸，我当然有空了。那好，我们去谈一谈吧。好啊。好，请。请。我们这部戏一定要快过老黄那边，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亏本了。你放心，如果宝莲答应，我们马上开工。来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哈哈。那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张老板。嗯，你好。这位是宝莲小姐。你好。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啊，等宝莲小姐是应该的。最近呢，宝莲小姐特别忙，找她拍片的人特别的多呀，所以说你们在跟她谈什么事情的时候要力求简洁呀。嗯，就是嘛，有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我们不管拍哪部戏都会赚钱的。我准备和小李呢投资1000多万来拍这部戏，包括你红上加红，一定会发财的。啊，真的？那真的要谢谢你了，张老板。宝莲小姐，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空帮我们拍这部戏呢？宝莲这两个月都不会帮你们拍戏的。你说什么话？宝莲的事轮不到你来管。我们签约了，不是成立调查吗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两色老几了、啊？不要啊！不要商量，不要动手啊！有话好商量。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有话好商量啊！住手！
啦，波利。嗯，哎，你看，你看看呢，今天呢又有你的新闻呢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我都已经习惯了。嗯，如果有朝一日我有你这么红就好了。你可以的。我行吗？你身材这么好，如果学我拍一部三级片，一定比我还要红啊。哎，这条路不适合我张丽丽的。虽然我在电视台不是很红，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一定会红。你身材这么好，如果不是拍三级片，哎呀，这是全香港人的损失啊。你好坏呀，你摸我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玩了。拍完这部戏我请你玩一个晚上。你说的？当然了。说定了。嗯，先洗澡吧。嗯。哎，导演准备好了。哎，镜头开始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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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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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说了！站住！不要走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快点！快点！站住！不要跑！快点！对！啊！怎么样？赢了吗？还是不错的吧。哎，选好，改天再给你玩两首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的。皮草，你爱我，我爱你，这么老土。不如改为在这里相遇，也算是有缘分，不是更好吗？导演，你看一下，我看这句对白不是很好，如果改成这样会不会好一点？谁看你的剧本呢？是看你的样子而已，拍你的戏了。真是个傻女人。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呢？我只是为这部戏好而已，才改改自己的对白，谁知道导演说我多事。不是啊，改得挺好的嘛。想不到你除了拍戏，原来你写剧本都很有才华的嘛。也只有你赞我而已。我有办法。有什么办法？就是自己投资拍自己想拍的戏了。我行吗？我入行不是很久啊。有我吗？拍戏这行，上至发行老板，下至倒茶道具，我都认得人的。哇，你只要肯投资的话，其他的琐事就包在我的身上。真的，我很想的。那一切就拜托你了。没问题的。哇，剧本改得挺好的嘛，这次行不行啊就要看你自己的了。但是我始终觉得好像还差了些什么材料。差点，会不会差点什么浪漫的场面呢？浪漫的场面意思就是说，男主角和女主角在表白爱意的场面，男主角对着女主角
在未接吻之前呢，加上一句：“你今晚真的好漂亮。”你是我见到最漂亮、最令我动心的一个，最令我心动的一个。我，你不用说这么多，我愿意一生一世成为你的仆人，任你差遣。我了，我怎么知道票房这么差呀？你之前又说跟那些发行商很熟的，可以赚大钱的，现在这套戏没人要了，票房不行，哪有人帮你发行的呀？怎么办？我整副身价都压上去了，我还欠人家20万呢。我也不想的，那当初又不是我逼你投资的，你现在倒霉埋怨我也没有用的。算了，我不想和你吵，就算你帮我也好，怎样都搞这笔债一人一半好不好？哇，有没有搞错？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这部戏不好就一人一半，那赚了呢？如果赚了的话，会不会跟我一人一半呢？哼，我想如果这部戏赚了的话，你就一脚把我踢开了。我不想跟你吵，最后一句，这笔债怎么样？我没钱，我怎么还？对不起。你走吧走吧。阿莲，梅姨，不要哭了，你的事情我也略有所闻了，这些男人怎么能靠得住呢？那你现在还差多少啊？还差20多万。哎呀，这个数字现在在香港已经好难找了。不如有什么办法？我想带你去台湾碰碰运气。台湾？嗯。来来，好好好，大家喝一杯啊。大哥，我不太会喝酒。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不给我面子？对不起啊，曹大哥 ，Paulin 呢年纪轻，他不会喝酒，这一杯我替他喝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这杯一定要他喝。喝了，没关系的，喝。来，好好好，好，果然是声色意俱全啊。在台湾你跟着我，我保你满意，大家说对不对啊？是，对，大哥说的对。来来来，宝莲小姐，你跟着我，我保你满意，过来亲一下，来。喂喂，大胆，岂有此理！在香港，黑白两道都给我面子，你喜欢喝酒，这杯我敬你。
妈的，你什么意思？曹大哥，他年纪轻不懂事，请你原谅他吧。不行不行，他必须跟我道歉，要不然别在台湾混下去。是，我现在就找他回来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跑林，跑林啊！哎呀，哎，梅姨，是你呀、啊！哎呀，汪大哥，原来是你呀、啊！啊，是啊，哎呀，很久没见了，你好啊！好好。啊，对了，梅姨，刚才那位小姐是？啊，你是说那个小女孩啊？我好心带她来台湾的，但是她得罪了我那些朋友，这女孩的脾气很倔的。啊，不过呢，我就很奇怪啊，我最喜欢那些脾气很倔的女孩子。哎呀，是吗？梅姨啊，可不可以介绍做个朋友呢？哦，难得你看得起 Pring， 是他的福气啊。是吗？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。好，好，我先走了啊。好好好，哎、啊，梅姨啊，啊，记住了，有什么消息打个电话给我。啊，一定一定，拜拜。拜拜。哎。干爹，那位姓陈的小姐来了。过呀，过呀。啊！你说什么？姓陈的小姐来了。来了，在外面呢。啊，叫他马上进来啊！叫他马上进来。好。哎呀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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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 我出去接他比较好。啊，你们给我听着，不许跟我出来，马上回房间，知道吗？干爹，干爹，你不换衣服吗？啊，哎呦，对对对对，好失礼。啊，好，你让他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来啊。好，你们回房间啊。哦，来喽。啊哈哈，你来了，让你久等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也等了你很久了。你就是汪老板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就是汪仲钦。你好，是梅姨叫我来的。啊，是是是是，你看这太阳多毒呀，晒坏你的皮肤啊，那就不好了。有什么事呢？咱们进里面谈啊。来来来来来。你放心。我们今天会面绝对没有任何企图的啊！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啊，请你放心啊，啊，嘿嘿，哎呀，你放心呐、啊，我们今天的会面呢是绝对没有任何企图的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哎，请，啊，来，请坐，啊。静儿，哎，倒茶。鲍小姐，嗯，你来试试干爹的乌龙茶吧。啊，谢谢你，干爹。好香啊！是啊，是顶级乌龙茶。不知道汪老板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，是一个粗人，拐弯抹角的话呢，我不会说。我们就开门见山的说好不好？你是？我呢，很欣赏，很欣赏小姐你，很想跟你呢做个朋友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呢？啊？嗯。哎呀，只是朋友而已，明白吗？中间没有任何的企图啊，真正的朋友，好朋友
你明白吗？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有小小的礼物送给你，希望你喜欢呐。怡宝小姐，你这么漂亮的人呐，戴上这条钻石的项链呢，一定是锦上添花的。来，宝小姐啊，来来，我给你戴上啊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哎呀，几十万块钱的东西啊，算什么钱呐？你看看，看，戴上去多漂亮！这个礼物呢，你戴上去最合适不过了。你放心，多漂亮，多漂亮！谢谢你，汪老板。不要谢，不要谢。还有，你看。这个呢是金钻肖邦名表，希望你喜欢呐。这么贵重的礼物，够了，我真的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拿着，在我心目中呢，花再多的钱呢都值得的啊。那谢谢你了。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我还是要考虑一下。对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考虑一下。所以说呢，第三份礼物呢，你是非要不可啦。是。这是一辆跑车的钥匙，你马上把它开回去。考虑一下，我会等你的消息的。喂。你知不知道他今天又做了什么事来逗我开心呢？做些什么呀？快点说呀！他知道我今天要去台南做宣传，他打电话说要跟我一起吃饭，我就说好啊，如果你过来台南，我就跟你吃。你知道他怎么来的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快说呀！他呀，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架直升飞机，他飞来台南跟我吃饭，之后又飞回台北了。哇，这么痴心啊，那你有没有感动啊？我还在考虑呢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就立刻嫁给他了。他样子这么丑，好像一个乡巴佬一样。喂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不要笑我了，你在香港怎么样啊？哎，别说我了，刚刚跟监制翻脸了。如果在香港做得不好的话，不如来台湾发展呢。晚点再说吧。是不是真的？如果你来台湾不找我，我会恨死你的。那当然了，不如这样，如果是的话，下个月吧。宝玲啊，我们都认识有好长的日子了。对呀，有一年多了。那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？干爹对我很好啊，很关心我。那你开心吗？当然开心了，我要一生一世都陪着干爹。那好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干爹，我们住在一起好不好？当然好啊。你既然是我的干女儿，我是你的干爹，那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啊？昨天呢，我上律师楼将遗嘱改了一下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遗产的继承人之一。干爹，你不要这么说，你不会死的。哎，如果我死了，你可以在我的遗产之中得到一部分。干爹，相信够你日后好好的生活了。干爹，你不要说，不要说了，我宁愿不要钱，也要跟干爹在一起。你不要说了，不要说了。哎，傻孩子。干爹，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，我宁愿不要钱，也要跟干爹在一起。
觉得昨天晚上来那个小姐好像在楼上根本就没有走啊。我看她八成是跟干爹这一样。我看她一定是你不见小静一天早上在那忙来忙去的。哦对啊，就好像我们第一天搬进来一模一样。我真是想不通，干爹也不知道看上她什么了。就是。喂喂喂，你们说什么我听到就算了，如果让干爹知道我可帮不了你们。啊，人都到齐啊。好，我有事要宣布。涛岭呢，由今天开始住在这里。小静啊，干爹啊，房间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我相信宝莲一定会满意。好，谢谢你啊。涛岭住在这里呢，就是一家人，希望你们以后呢要和他和睦相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坐吧。好，哎呀，糖包坏了。老是忘事，真是。啊，来，吃。你吃这个啊，这个不会胖，放心。谢谢。来，吃，你也吃。哎呀，不会吃东西。好，来，谢谢干爹。那你跟你的干女儿都来了，能不能介绍一下呢？介绍一下。没问题。现在我向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呢就是香港红星浩里小姐，这位呢是华人小姐莱丽莎小姐，这位呢是中华小姐曹大力小姐，这位呢是宝岛玉女舒文文小姐，这位呢是香港影视红星肖丽丽，这位呢是加拿大华人小姐霍少平，这位呢是马来西亚小姐芭芭拉，泰国小姐丽苏盼莎。我现在要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八位美女呢都是我的干女儿，跟我绝对没有任何的瓜葛。人家呢喜欢收藏什么古董，可是我呢最喜欢收藏美女。哈哈哈，就这么简单。各位是不是想拍照片？好，拍吧。宝莲小姐，最近没有见到你，你在忙些什么呢？我现在不打算乱拍戏了，我想改变一下戏路，我在等一个好的剧本。宝莲小姐，听说有机构想请你上台演出当模特了，对吗？我没有学美之前已经是模特了，现在在上台表演，老实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你今天跟汪老板一起出席，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们的关系呢？当然可以了，他是我干爹。他也是我干爹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丽丽小姐，那你最近有什么新的作品吗？我老板请我拍了一部科幻片，这部片是中日美三个国家共同制作的，大概有2亿元的制作费。和你合作的还有什么明星吗？有星龙啊，千叶真一啊 ，F4 啊，沙朗世东啊，还有汤姐鲁氏。那你演什么角色呢？我就是演一个东方公主，整部戏都围绕我这个公主环游世界的。听说你和宝莲不和，那是不是事实呢？当然不是了，要不然我也不会和她一起出席了啊。对，既然这样。你们两个就证明给大家看看，那已经证明给大家看了啊！大家拍照吧，快点拍啊！没事了啊！拍照啊！继续拍照啊！来，看这边，宝莲小姐这边，丽丽小姐这边，看这边呢。请看一下这边镜头，这边。宝莲小姐这边。这边，看一下，这边。对，笑一下。好了，各位记者老爷，现在拍照拍得满意了吧？对不起，我们有点事要先走一步，希望大家借借光，改天到社下设宴款待大家，好不好啊？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走。
原来这么多大明星在这里玩呢。喂，哎，张倩，哎，陆小平啊，哇，哎，这个厉害，这个厉害，是香港明星宝莲呢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来来来，我先干为敬啊，来喝。哎，干杯，干杯。我说出来我们的老板是谁，哼，我怕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你是什么货色夏老子？啊，来先开为敬。哎，干干干干一杯。你也不打听打听，你知道我们是谁吗？乳臭未干的只学别人出来混，知道我们是谁吗？我们是台北的十二金钗。是啊，识相点的就快点滚，不然有你们好看的。来来来，我先替他们敬你们一杯。嗯，这还差不多啊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喂，听说宝小姐的歌艺不错，今天有兴趣来一曲吗？出来给大家唱一首吧。啊，唱一个。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唱一首啊。飞哥是音乐界的名人，如果在飞哥面前唱歌，不是太自不量力了吗？喂，什么意思啊？飞哥兄弟的面子你们都不给呀？啊，就是怎么样？我今天是不会唱的。臭婊子，给脸不要脸。宝莲，今天一个都不要走，统统陪我们喝酒。来，坐，来，过来，来，陪我划拳。来，喝酒，过来，过来。哎，好，来一杯，来一杯，啊，来一杯，还是给你啊！再来啊！喂，干爹啊，我们这里出事了。好，哎，宝莲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是不是当明星的，别人不当我们是人？没这回事，起码干爹和我把你当人呢。但是现在不打都被别人打了。你放心吧，只要是干爹的人，他一定会帮你主持公道的。走吧。你来，来到你唱。兄弟，不要唱了，出来！兄弟，不要唱了，兄弟，不要唱了，去死吧！打人是吗？一人，去死吧！一人，打人是吗？跪下！大哥，一个一个的给我爬过来！大哥，什么事啊？你不打他呀？他不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。你站在那里，全部从这里钻过去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钻呐！钻呐钻呐！快点！谢谢你，大哥。不要谢，汪老板吩咐的。Polly，Polly， 去，又说等我。哇！被你吓死了，你这坏女人！哎呀，你终于来台湾了。哎呀，你不知道我在香港有多惨呢，那些导演要封杀我，电视台又不跟我续约，我想我在香港没什么发展了。香港不行来台湾吧，台湾都有很多发展前景的。哎，我在台湾人生地不熟，谁帮我呀？不用担心，有我干爹嘛。你干爹？我都不认识他，他怎么帮我？他很疼我的，只要我开口，他一定帮你的。真的？那你快点介绍你干爹给我认识。不用这么着急，你刚来到，今晚完了再说。好啊，带我去哪玩？去跳 disco， 我带你去。好啊，快点走吧。
来过这种地方玩了，那有时间我就带你来呀、啊、我们就一起在台湾发展吧，干杯，祝我们胜利。啊，什么风把宝莲姐吹来了啊？今晚有什么好东西？全部都是好货呀，我什么时候卖过劣货呀？试一颗试一下，来试一颗，试试，很好的。宝莲玩得很兴奋的。你经常吃这个吗？没事的，这个对身体不好的。你不吃，那你的那份给我吃了。你会不会上瘾呢？不是不会的。你一次吃那么多，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来，我们跳舞吧。那我这衣服还是去年买的。哎，同人不同命啊，你看 Pauline 上个月去巴黎买了20几万的时装啊。哼，是啊，听说他去欧洲买了一个50多万的戒指呢，你看我这个这么小，哼，真是他就得意了。哎，一个人吃多吃少那可是天注定的，可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啊、哦、可不就是吗，他自己买的衣服只能自己穿，我们借来穿下也不行啊。那么多衣服都穿在身上，买了那么多衣服和首饰，真是好浪费哦，真是命折寿啊。就是他乱花干爹的钱也就算了，但他整天还去 disco 嗑药泡男人，大名鼎鼎的迷幻扣在望。哼，就是啊，全台北有谁不知道他呀，粉红摇头妹，就是嘛。好了好了，都给我住嘴，我以后不愿听到你们说 Pauline 的半句坏话，知道吗？Pauline 啊，嗯，干爹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听说你最近花钱花得很凶啊，是不是？知道干爹没有时间陪我，我一个人到处走，然后一个人又挺闷的，所以到处找朋友玩，自然花费就多了。干爹，你是不是心疼啊？哎，没这事，没这事。只不过任何事情呢都要有个节制，你该花的就去花，不该花的呢就节省一点，要不你看到的把它买回来不用，那太可惜了，这样不好啊，知道了吗？哦，知道了。还有啊，以后出去玩啊可要千万小心呐、啊，啊，不要让人家抓到任何把柄，尤其是那些记者知道了会乱写，不好的。哦，我会小心的。干爹，我有一个愿望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满足我。哦，什么愿望？是这样的，我自小就没有一个幸福的家，我想有一个家。Pauline 啊，你现在呢是我的干女儿，跟我住在一起不就是一家人了啊？干爹，你不爱我吗？嗯呀，你看你都说到哪儿去了啊，你呀，你要知道，你是干爹的一生中最爱的一个，但是干爹不能给你任何的幸福。不如这样吧，如果将来你遇到一个好的男生，干爹呢就送你一笔嫁妆，让你嫁得风风光光的。如果暂时遇不到呢，没有关系，干爹这里的大门一直为你打开。嗯，干爹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
不要哭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笑的时候啊，是最漂亮的。啊，对了，我香港有一个朋友要过来这里发展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帮他？哎呀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小事一桩，让他过来找我好了，没事的啊。谢谢你了。哎，不要谢啊，啊，哎，你呀，你呀，真是个宝贝女儿。哎，你来台湾干嘛？香港没戏拍，所以来台湾碰碰运气。你也有今天呢。阿莲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我知道我曾经对不起你。你现在才知道啊，这些叫做报应。你还为了当年的事生我的气是吗？我哪会生你的气呀，我还要谢谢你呢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哪有今天。你不要这样说了，其实那件事之后呢，我是很后悔的，所以这次来台湾最希望最希望就是见到你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哼，不知你说什么。阿莲，你再次见到我难道就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的吗？你要说的已经说了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不可以再骗自己了，我要告诉你，你是我一生中最爱的女人，你原谅我吧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你打算要在台湾留多久？这次来台湾拍戏，我是有股份投资的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我就不回香港了。那也好，我有很多朋友都过来台湾发展。其实呢，还有一个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当我有了事业之后，就想有一个家庭。那样的话就恭喜你了。你知不知道那个女主人是谁啊？我不想知道。好了，不要生气了，那个人不就是你吗？是啊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我是说真的，我过来台湾是想找到你，想和你结婚的，我们来组织一个美好的家庭。是不是真的？嗯。这个月呢是干爹60岁的生日，我们来包一艘豪华游轮环游世界一个月，怎么样？开心开心，你说有多好啊？嗯，不好不好，一个月闷在船里多没意思啊。嗯，我给大家出一个建议，咱们一起啊去欧洲旅行怎么样？啊啊，又去欧洲，比上次还要闷。我看呀，哪里也不去，咱们就在游泳池办个 party， 和干爹的朋友玩一玩就算了。对吧，宝莲？我没有意见。小静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。哎，宝莲，你去哪儿啊？说不定啊，是出去会情郎呢。嗯，一定是。不是。我都不知道，那拍档
将公司所有的现金都给提走了。我回到公司才知道，拿走那些现金并不重要，还欠人家很多钱的，又算到我的头上，我这次死定了。那你究竟欠人家多少钱？明天呢，如果没有100万的话，我就回不了香港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的。100万呢，不是小数目啊，哪有那么多呀？我没有，但干爹有啊。真是谢谢你。100万又搞定了。哎，宝莲，小静，干爹在哪里？我有急事找他。他现在不在家啊。你能不能联络他，说我有急事找他？他现在不在台湾。你可以帮我找到他吗？我真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。那什么事告诉我吧。这不太好吧？你不相信我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个朋友在台湾出事了，现在急需100万。嗯，那我现在帮你联络一下他，你等一等好吗？那拜托你了。拿着吧。在台湾呢，我过得太惨了，还是回香港再做打算吧。你呢，跟我回去吗？我想暂时还是不要回去。我明白，提取了100万是我连累了你。不要这样，我没事的。不知怎样报答你，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回到香港，慢慢的等你回来。真的？真的。怎么样，今天带你出去玩开不开心 啊？干爹开心呢。干爹啊啊 Pauline 啊，你的事情解决了没有啊？你先不要问我，你们两个啊，我们去日本玩了几天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是啊。你们还好意思这么亲热？你快把干爹还给我！啊，喂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打我，想我干爹？喂，放手啊！你，喂，我真的是想我干爹？打我！我打打我！打死你！住手！你敢打？你还给我！住手啊！打我！听到了没有？啊，干爹！成何体统啊！有什么事尽情再吵，你也是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啊？进去。有没有搞错？我把他当朋友，他这样对我。真是，做梦也想不到你这样对我。我怎么对你啊？我们是好姐妹吗？你现在还说我们是好姐妹？好姐妹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。哼，你到现在还说我们是好姐妹？霍磊，你想的福真是太多了，你根本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给我一点点是应该的。什么？还有啊，这些年我受的苦太多了，我不想再受苦了。我要靠山，我要找个靠山呢。还说这些，为什么偏偏抢走我的干爹啊？因为我在你口中知道太多事情，重要的是你根本就不喜欢他，
什么？他是我一生最爱的人。如果是的话，那我为什么轻易得手？其中谁出了问题？你自己想。你、坐，好了，坐吧啊，坐。好，孟先生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我送你一份小小的礼物，啊，祝你好，寿比南山。谢，来，好，替我帮你拿，啊，生日快乐，好，孟先生，这送给你的，啊，谢，赶紧给我吧，好，大家请随便啊，随便，哎，头领呢？不是说他来了吗？人呢？他在这里呀，啊。昨天不是说会来的吗？我又怎么了？干爹，我祝你生日快乐，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。好。干爹，我已经几天没有睡觉了，脸色不太好，但我身材很好啊。你看，我脱给你看看，你看嘛。你给我住嘴！干爹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喜欢他？你抢了我的男人，我知道你是因为他而不要我的。大家听着，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，你却抢了我的男朋友。住嘴！Polly，别哭了 ，Polly， 别闹了，别闹了，我没错，他就是为了那个女人才不要我的。不要这样子，干爹不要我了，别这样，你不要这样，干爹他打我，别这样，我你别哭了，波磊你别这样，波磊，喂，是谁呀？这么早就来敲门？哎，是我。你不是在台湾吗？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，我决定回到你身边，永远都不分开。阿冲，是谁呀？怎么会有女人的声音？喂，他是谁呀？啊！
你没有看报纸吗？我们在一起很久了。你女朋友，枉我对你一片痴心，有事我重新跟你回香港。原来你娜娜，说归说，钱归钱，感情归感情，我只是欠你的钱而已，不要把感情扯进去，知道吗？好啊，你还钱给我，还钱呢、啊、要钱没有，要命就一条，要钱是吧？上法庭告我去。好啊，走啊走啊，好啊走啊，这个我打死你，走啊走啊，你这个无赖，快点走走，快点走啊走，你这个无赖，我杀死你，你别扯我，我杀死你，快点走走啊走啊，你这个无赖，走啊，我杀死你，走啊，杀死你，你这个无赖，走啊，快走啊，你进去，快走，你心怀无赖，收我的律师信吧，你开门呐、啊！这个无赖，开门呐、啊！你等着收我的律师信吧，你这个无赖王八蛋，去死吧！哎，我问你啊，那个女的是谁？哎，她是台湾片场有名的花痴啊，神经病的，每天都这样吵的。是不是真的？我干嘛骗你嘛？哎，不理她了，我们去吃饭。给我几粒，有没有钱呢？拿钱了。喂喂，娘，你吃什么鬼东西啊？吃死你啊！嗯，你的事情我一直都知道，情情爱爱这东西过去了就算了，都用不着吃这些东西来作践自己的嘛，是不是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只要你戒掉这些东西，我再带你进娱乐圈，你一定可以东山再起的。我都这么倒霉了，我怕会连累你啊。想改变命运，我有办法，你信不信鬼神的？鬼神？是什么？就是洋鬼仔。洋鬼仔？嗯，洋鬼仔，行吗？干爹，干爹，请你原谅我，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已经有一年没吃药了，现在专心拍戏，香港导演都找我拍戏，我在香港蛮受欢迎的，我知错了，干爹。是啊，干爹，这一年内新闻都说宝莲已经洗心革面了。干爹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让我回来吧，我知错了，让我回来吧，干爹。哎，其实干爹，我也一直想你回来啊。起来起来，你能改过自新，干爹都很高兴。谢谢干爹。我只想问你一声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要一辈子陪着干爹照顾你。你还这么年轻，跟着我有什么前途呢？不如这样吧，我送你去外国读书，学点本事回来，以后我再替你安排吧。啊，干爹，你不要我了。哎，你不要误会，干爹这样是为了你好，去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都行啊。不，我不想走，我想一辈子跟着干爹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用说什么了。干爹，干爹。是 Polly 吗？你不是去外国读书了吗？啊，你是？哦，我是这里的 DJ， 我一直都是你的 fans 呢。是吗？嘿，所以你的新闻我一直有留意的。啊，对了，因为什么事回来？读书很闷，我受不了。就是，我爸妈也送我去澳大利亚读书，我读了半年就跑来台湾了。你来台湾干什么？有事做事，没事就四处玩玩。你的日子过得很逍遥啊。你不可以吗？每个人都可以过自己的生活。说得倒容易，只要你喜欢的话，谁可以阻止你呢？
我只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，有自己的一个家。放心吧，你一定行的。要不要几颗丸子？你有吗？我在这里上班，所有的蛇虫鼠蚁在哪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快拿给我。好的，之后再帮你开些劲歌，让你忘掉一切痛苦。你真是太不自爱，太令我失望了。别生气啊，干爹，小心伤身体。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。干爹，你看他疯成这样，要不要送他回去？不理他，从今以后，我不许王家上下任何一个人去见他。干爹。什么？干爹，是不是你连我的话也不听了啊？干爹。回去，回去。干爹。啊啊！干爹，干爹，你不理我了，张丽丽，你这个骚货。干爹，干爹。宝莲小姐，你跟我姐妹来。啊，请问宝莲小姐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是，请回答吧。说一下，宝莲小姐。玻璃怎么样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玻璃，什么事了？宝莲小姐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没事的。生吧。宝莲小姐，你不用害怕。你昨晚吃了很多软性的毒药，晕倒在街上。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幸好能及时把你送进医院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下次你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死了不是更好吗？宝莲小姐，你经常滥用精神药物，你再这样下去，迟早有一天会出事的。一颗药，两颗药，三颗药，四颗药，五颗药，五颗药，六颗药，七颗药，八颗药，
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黄发明啊，做人最主要是看开一点，过去的事情就由它过去吧，不要想太多了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养啊，康复之后要好好的专心工作。我现在像烂泥一样，现在还有人肯请我拍戏吗？有，我就是其中一个，剧本已经写好了，剧名叫做《情陷兰桂坊》，用心点做啊，说不定有朝一日有机会翻身呢。真的？哎呀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真是！你们上来，上来，上来！哎，什么事，干爹？你看看，报里又有新闻了，吃药已经算了，发疯都不要紧，这次还当众自杀，真是不自爱啊！干爹啊，我最清楚 Polin 这个人了，他不倒霉到底，他不会回头的。让他疯吧，他玩够了就会回来的。他玩得这么疯，我怕他玩得过火就麻烦了。不会有事的，他只是玩而已，放心吧。这女人简直是无药可救。预备，预备，开始。花脸辛苦你了，谢谢。啊，你看，其实你很有演艺才华的，只要你专心去做，一定会做好的。黄大哥，都是你鼓励我的。这么客气做什么？有机会我和你去台湾介绍一些大导演给你认识。黄大哥，谢谢你。哎呀，哎呀，给我开房间的，喂你聋的。喂，你当我没有钱呢？你听到没有？我要房间呢！听到没有？我要房间呢！你知不知道你的老板还是我的老朋友？喂，喂，你听到没有啊？有没有房间呢？我现在有房间呢！喂，你们做什么呀？喂，哎呀，你们这些混蛋！你们这些混蛋，混蛋，混蛋，你们敢动我，这些混蛋，走开啊，走开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鲍林又有新闻了。哎，这次是发疯还是自杀呀？哎呀，都不是啊，是说他新片上映了，而且得到了侯大导演的赏识，还说迟些还要为他度身定做一部戏，让他当主角呢。哦，真是太好了，干爹，这下你可以放心了。嗯，这些报纸说的是真是假呀？也是啊，有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，都不知他现在怎么样了。哎，干爹，不如打电话去电影公司问一下吧。好，你打吧。啊，喂，你好，今天晚上在哪里庆祝？哦，银香啊。知道了，今天晚上他们在银香那里开 KTV 庆祝。好。我决定亲自去看看 Polin 到底变成什么样了。小姐，陪我上楼去换衣服。啊。我不会让他回来的。喂，强哥是吧？是啊。我是丽丽啊。什么事啊？你今晚去银香 KTV 帮我做件事情。知道了。好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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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。看看你
醉成什么样子了。我天天在家里看报纸，希望你可以有所改变。但今天早上听到你开始认真的做事，我不知道有多高兴啊。干爹，一心想来看看你，看看你是不是变回当年我认识的 Polly， 看看你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真是太令我失望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这一生最欣赏最爱的女人就是你。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就算你要和我结婚，我也有过行动要答应你。但你为什么不懂得自爱？为什么要伤害自己，伤害我？我老了不少了，一次又一次的失望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放过我吧，我真的不想，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缠下去了。我老了，老了不少了。一次又一次失望，一次又一次打击，我真的受不了了。你放过我吧，啊！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缠下去了。你好自为之吧。干爹，干爹，干爹，干爹。婆娘，为什么一个人在这里哭啊？有什么事跟我说。是你啊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有什么事慢慢跟我说嘛，我一定帮你的。我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怎么会呢？你至少还有我这个朋友嘛。朋友？除非你不把我当朋友。那我问你，你肯不肯给我一个家？为什么不肯？从今天开始，我的家就是你的家。你不会骗我吧？我如果骗你，就是乌龟王八蛋。晚回来呀？最好不用做啊。我给你的钱不够用吗？我是那种光吃不做的男人吗？啊，不是，你不要生气，我做了饭给你吃。啊，不吃了，吃过了。我们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怎么又提这件事情呢？你看我的肚子越来越大了，你让我怎么见人嘛？人家怎样说我？我也想结婚了，但是我怎么向我爸爸妈妈说呢？明明去读书了，突然间又娶太太又生儿子，他们怎么能接受得了呢？那到底怎么办？这样吧，你再待在这里，记者一定会发现你的，不如去一个没有记者的地方好好安胎，也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向家人慢慢解释。也好，
回香港一样不行，那里的狗仔队比这里的还要厉害。有了，去哪里？我有个亲戚在上海。啊，不用说了，就去上海吧。老公，我来上海好几个月了，你怎么一次也不来看我？我最近忙嘛。你到底跟你爸妈说了没有？说过了，他们不太喜欢你。那怎么办？我快要生了，我一个人在这里不行的，快点过来呀。我怎么可以说走就走呢？你究竟有什么打算？婚也不结，人又不过来，是不是不负责任？说真的，这个孩子是不是我的都不知道，凭什么要我负责任啊？你说什么？这种话你说得出来？说什么都好，不聊了。你啊，喂，老公，你不要挂线。现在宝宝出生了，他蛮像你的。哦，你们母子平安就好了。都算平安吧，但是我是剖腹产的，现在动都动不了。我想见你，你快点过来呀。我暂时回不了上海，我想去一趟美国。这个时候还要去美国？希望说服我爸爸妈妈，然后跟你结婚。真的吗？你要好好的休息，等我到了美国再跟你联络吧，好不好？喂，喂，别哭，听话，你要听话。马上回来呢，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你不回来，我撕给你看。